来是叫我起床吃早餐呀。那今天安排一个有万圣节氛围的早餐。哎呀，我知道要换一套应节的装扮嘛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要去迎接烤箱里的吐司了。看，根据烤好的轮廓就可以勾勒出可爱鬼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手抓饼加脆皮茶能变成一口一个的小木乃伊。既然是早餐嘛，当然少不了鸡蛋，用沙拉酱和番茄酱点缀一下，气氛就到位了。嗯，吃完这些可爱鬼，我的脑子里就会充满鬼点子了。咋他妈来了？